端午佳节进军活动在赤脚精灵举行，参议将军配代表县长林明珍与殡葬中心主任吴道安、南投军人服务站站长刘训成共同主持。县府、乡镇市公所及团体企业向各单位颁证端节加菜金。将参议代表林县长指出，国军官兵弟兄是县民最大守护神，支持端午佳节前夕，县府结合社会大众力量制赠加菜金，感谢所有官兵的辛苦。在南投县的这些国军呢，对我们南投县县政的支持，尤其呢，在有灾害发生的时候啊，对南投县的救灾者投入呢，啊，迅速的复原呢，啊，贡献非常的大。啊，今天呢，就是特地的代表县长来表示这一个意思而已。这个传统民俗的端午节呢，也即将来到，啊，这个庆祝各位乡亲呢，端午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端午节快乐，谢谢。殡葬中心主任吴道安感谢大家对官兵弟兄的爱护与支持，官兵们都感受到大家浓厚的情感，真心的感谢大家厚爱。我要代表我们南投县的所有的军事单位来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啊，让我们军民更能够合作在一起，也让我们的所有的服役的弟兄能够更安心的服役。因为在座的各位，让我们感受到真的很浓厚的这种情感。我也在此最后谢谢各位，今天来与会，让我们稍微表达，我不太会讲话，但是能表达一点点对各位的敬重跟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江倡议指出，国军官兵弟兄平时坚守岗位，为国防安全努力，一遇到台风、土石流等天灾急难发生，更是县民最大守护神。直至端午佳节前夕，表达对国军弟兄保家卫国的最大敬意。记者张新福，南投市采访报道。